让改革开放以后汇集更多群众，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上下层一者胜，要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，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，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同志们朋友们，你们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，天下一家，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，人民过得好。当前战贫困依然困扰着部分国家和地区，疾病和灾害也时时侵袭着众多的人们。